大家好，我是 Lulu 厨房。日日戴口罩焗出口臭，口臭连自己都不知道，超级尴尬啊！快啲煲翻碗党参茯苓瘦肉汤啦！我哋会分两集去介绍去除口臭汤水，大家千祈唔好错过啊！点解呢啲汤水可以改善口臭？中医角度，口臭是脾、胃、肺、大肠等机能的失调，原系白术在本草学被称为脾脏补气健脾最重要的药。脾虚导致身体倦怠乏力，四肢沉重，体内湿浊阻滞。白术燥湿利尿，有效排除脾虚的湿浊，补肝利胆，抗胃溃疡，抗氧化，抗肿瘤。党参功效和人参相似，比人参的药力微弱一些，补中益气，健脾益肺，增强抵抗力，可治疗消化不良、体虚、脾胃虚湿，茯苓健脾安神，渗湿令心安神，改善记忆。无论寒湿湿热、脾虚湿聚都可以健脾，药性平和。瘦肉汤滋阴润燥，和胃益气同埋养血。药材浸十分钟，洗净切断。瘦肉切粒更容易出味，沸水三分钟，加两片姜，三碗水，中火炖45分钟。益气健脾和胃去湿的汤水完成啦，脾胃气虚的人可以常饮。将一小段的党参放在嘴入边咀嚼一下，有一股淡淡的甘甜味，非常易入口。将身体五脏机能提升，改善生活习惯，口臭自然就改善啦。人缘都会好起嚟啊！如果你喜欢我频道，欢迎点赞订阅，我哋下次再见，拜拜。